孩子在等你醒来呀，他要去投胎了。朱静，别哭，别哭，一哭气就散。你要好好的，孩子，你要找个妈妈，帮他烧纸巾，他才可以投胎，投到好人家。 听见小孩子的声音了，是孩子来找妈妈了。明天带你上街去买些纸钱，多穿点，别着凉了。还有。 孩子得起个名字。等会声音来了。 想要妈妈陪着，郭宁远，快走，听到没有？郭宁远，别回头来找妈妈。 口气再少，眼泪别掉进去。你的孩子跟我的孩子作伴，他有伴，嗯。